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Professor Phil 林奕匡。今天就跟大家去教一下少少 saxophone 啦，咁就是第一堂 saxophone 101啦。咁至於有冇 102咧，咁就睇下大家的支持啦。saxophone 我咁中意，因為我覺得佢係個聲線咧，一來質感好好啦，二來係好多嘢變化。咩變化？我覺得好似人聲咯，人聲可以有無限嘅 pitch， 好得變噶嘛。咁 saxophone 其實嗱，簡單一個音，咁樣你可以扭音就得。其實有好多角色嘅嘢，細聲又好可以温柔，大聲先可以。如果是凶惡的呢，就可以是大家越玩越多的時候，就發覺有很多東西可以，你可以說操控啦，有不同的 elements。 那你好像人聲一樣，又可以很低音去到很高音，咁攞自己嘅隻歌 Good Man 啦，咁我咪話 saxophone 有好多嘅變化。如果我唔用呢啲嘅變化 emotion 之講，咁如果我玩多啲，可以玩啲咩咧？亦都係玩下少少啲扭音啊，各樣嘢咁啊，試下啦。即係覺得音樂咧，除咗係令人感動嘅，咁唔一定係每一次都係要好，好正經咁嘅㗎。即係 Professor Phil 唔一定要咁正經㗎。好啊，大家滿唔滿意先？咁啊，如果大家想再去留意多啲關於我哋呢個嘅表演嘅話咧，咁就要留意呢一個 channel。咁下次就同大家分享好唔好啊？